follow 模式。速度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调餐来调整，那它的调餐呢就是装在你的手机里面，直接用蓝牙就可以做调整了。那也可以里面有音质遥控器，遥控器就可以用专门模式，或者是它现在是一台车，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架在车架上，哦，那我就完全靠遥控器来控它。遥控器因为现在刚刚恢复出厂，比较慢一点，不要放一架子。这遥控器现在动作不够快，那再来一个是锁头模式，你怎么动它都不会。好，那这个稳定器如果等一下。有特别想要提问的问题，再试一下过来哈。好，因为那有没有人想要上来感受一下？那我调整。好，待会再。